怀疑我更高，穿越了。不仅我从事了车祸，我还在线磕CP，做个梦女传人。你以为想说呢？技术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每次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总是会害怕失去。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技术，而是跟你一样，是在现实世界的技术。有人悄无声息的消失在另一个世界。对于我来说，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。 我不希望有一天我出来了，你却出不来。孙安琪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